生活百般滋味，人生需要笑对。我是大鹏，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场复赛，欢迎你们。笑傲江湖由思念中华面点独家冠名播出，创意卡通包，创意水果包，有型有料，玩的就是创意。由长寿村的神奇秘密光明莫斯利安联合赞助播出，正宗凉茶笑傲江湖，感谢凉茶领导者加多宝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出笑傲江湖你们最喜欢的四位观察员，有请。欢迎刘一伟老师、吴君如老师、宋丹丹老师以及冯小刚导演，欢迎各位。这边都有我。丹丹姐，我们都特别关心您，您怎么了？我摔了一跤骨裂。哎呦，这个人老了一定要注意，觉得自己还能跑，身子跑了腿没跑就摔了。咱们把掌声给四位观察员老师，谢谢他们这么敬业，祝您早日康复。谢谢。先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参加复赛的六位选手，你们还记得他们吗？记得，宋丹丹。他们是天才小师徒武龙高卫军、活宝兄弟连范逸、于青南、孙新博、嬉笑天团、信仰乐队、神医侠侣韩明阳夫妇、波斯笑王子华波以及淘宝大玩家陈丹丹。其实在现场有300位我们的大众评委，在楼上呢还有我们来自全国各家媒体的100位媒体评审，他们的表演顺序是我们抽签随机决定的。他们表演完毕之后呢，我们现场的300位大众评审以及100位我们的媒体评审会对他们进行投票，投票票数最高的一位直接晋级全国总决赛。今天我们会选出两位晋级全国总决赛的六强选手，那么第二位呢就要由我们现场的四位观察员老师来决定，会在票数第二和第三之间来进行选择，每人给他们投一票。他们六组选手到底哪一组率先登场呢？他们都不愿意先上来，你知道吗？对，谁都不愿意第一个。第一个分很难打。很难打。华波，哎呀我的妈妈！华波，首先登场的这一组。他们曾经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让人印象深刻的表演。他们演出过后，很多的观众反映当天晚上都失眠了。是他。他们是这个舞台上唯一的乐队组合，有请信仰乐队。是齐齐哈尔的信仰乐队。哎呀，来啦！我想当美丽，一年一十八，真诚都被一枝花。越是业余的，越是不着调的，我越觉得有意思。或来个超级无敌风火轮。啦啦啦啦啦啦啦！为了参加这次复赛呢，我们排练的任务特别的重。排练的压力特别大，我俩在音乐上的可能使用的方法总在重复。这个乐队是唯一一个以音乐的方式来表达喜剧的团队，对他们是有期待的。当然我也知道难度很大，别人都说我们走错了舞台，但是我们感觉这一次我们才是真正走对了舞台。我们要一定做出自己的风格，幽默搞笑讽刺，我们会为了我们的梦想去拼搏到最后一个音符，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特别期待他们那个无敌风火轮这次能不能够升级变成一个真正的风火轮。信仰加油。
的女儿她叫大美丽，28了她还没有嫁出去，天天她就知道在家扒我的皮痒，我要是不给她钱就跟我生气。大美丽回家啦，没钱了，我真的没钱了，爸爸爸爸，我要学舞蹈。学啥玩意儿？不会舞蹈，男朋友都找不到。你不要让我为了这个烦恼，你给我点钱，说好不好？你傻呀你？能三点啊？姑娘，我说你是不是没有吃药？你这个造型我怎么这么受不了？前一阵你非说你要学摔跤啊，现在我看你呀、啊、像人妖。别人跳舞是休闲，你跳舞是癫痫。没钱了，我真的没钱了，没钱了，给点钱吧。哎，别整没用的。爸爸爸爸，明天我要去看演唱会。看啥玩意儿？那里的男生都有很长的腿。其实这个票价一点都不贵。多少钱呢？3000块钱买票都不用排队。3000？你坑爹了你！姑娘，天天你就知道看韩剧，没事就整那什么玩意儿，星星的你。中国是一个有文化的大地，没事你得多看看《三国演义》。跪下！滚滚长江东逝水，长腿不如刘一伟。爸爸爸爸，有人说我像姚晨，我们俩都有一样的美丽的唇。宋丹丹说的。我要是拍电影，我也能红。爸，你给我点钱吧，我去整整容。你要想红，你爹得姓冯。我说你呀、啊、你呀、啊、你是真大胆，整容那个东西它有危险，你不是长得好看你就能红，不是让你去后面去看一看大鹏。大鹏怎么了？那是我的男人。哎呀，真的，我真的没有钱了。不给，不给，不给，我给你左左，我也不给，给我点吧。行，学舞蹈必须学。就你这样走道你都追，你还学舞蹈？追怎么了？我还会绝活呢。会啥绝活啊？风火轮。哎，停！不是这个没啥意思，上回我都看过了。你有能耐，你给我整点我没看过的。没看过的。哼哼，爱奇艺风暴。要钱是不是？对，给不给？给你钱。好爸爸，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不知道啃老你。喂，爹呀，儿子，给点钱呗。滚犊子！没钱了，我真的没钱了。没钱了，给爸爸打电话。真的，真的，真的。这个东西想的真挺好的，讽刺啃老。而且虽然他一样演女孩什么，你还不觉得特无聊，挺不错的，可以。谢谢，谢谢。我身边就有一个女儿。
我很担心，谢谢，对，也很担心她不漂亮。长大后不停问我拿钱，我已经看到你们的歌曲，看到我的未来了。没关系，你还可以给你妈打电话。但是女儿长得太漂亮，她将来不问你要钱，你也担心。对，她问其他人问拿钱。这个问题更有深度。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吧？你们都没有自己女儿，对不对？没有，他们找对象应该不是那么容易吧？不是，我其实卸了妆还是很帅的。不是，他平时生活中其实还挺正常的。谢谢我女朋友残暴精彩的表演，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马上是现场的评委给你们投票的时间，谢谢。好啦，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300位大众评审和100位媒体评委。信仰乐队是第一组登台的选手，他们的表演你们喜欢吗？如果喜欢的话，请给他们投票。反正第一个演完了，就是那个比较平静了，就是要不等着一个一个演，心里更刺。3、2、1，开始。投票结束了，在公布之前呢，要请出今天表演的第二组选手，他们是谁呢？他们曾经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表演，他们是配合默契的黄金搭档。我不来。他们就是复赛所有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舞龙高卫军。我叫舞龙。我叫高卫军。你作为演员是天才，你生活能力不是太强。10分钟行吗？得10分钟，明天早上之前能穿上就行。为了这次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的比赛呢，我们很早很早就来到上海了。我来到东方就来。我来之后，我觉得我有点咳嗽，感觉我状态不是太好。我状态可好了，我师傅还带着我上龙王庙，吃了很多好吃的。等等，我跟你说，不过我还是觉得我妈做的老土花生最好吃。我认为所有的选手里，我最不担心的就是他们俩。卫军该上台了，你千万不要紧张。师傅，你就放心吧，谁碰上我们谁倒霉呀。你们俩现在出名了吧？出名了，出名了。啊，有没有女朋友啊？有，女朋友有啊。有追你们的。有追我当干爹的。哎，高卫军，你们班的女同学对你怎么样？没，不怎么样。啊？你都那么火了，那么有名了，他们不会就另眼看待你吗？还有背叛我的呢。啊？为什么？怎么回事？不知道。他会有的时候就好背叛我，跟上别的男生揍我一顿，有的时候还揍你啊？就是找别的男生揍你啊？可是他们打不过我，一般上我这来的人都被我打趴下了。就你这点个，你是不是找师傅帮忙？不是，我找我同学帮忙。我小兵可多了，不行。啊，你现在有小兵了？他那次说，一共他们3个人，然后一个人能打2个，一共有5个人，另一个人能打3个，他就不管了，他跑了。哦，他们小兵很厉害。啊，让他俩挺去吧，我顶了。那今儿演什么呀？我们师徒两个的事情。没错，不能告诉别人。
啊，那好，那你们就来吧。好，啊、开始了。我们下去换一下衣服。怎么又换衣服？啊，换衣服又免长了。一个师傅，快点！阿弥陀佛。卖猴各位叔叔大爷婶子大娘，我乃天天取经之人，一个星期都没有吃饭了，现在只能卖这只猴子换点吃的，你们就休闲好吧。瘦了，想当初我大闹天宫，那是手拿流星弯月刀，哈，喊着乡民的口号，哈，前方何人不证明，能耐你别跑呀，好好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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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我给你闹着玩，你别听念紧箍咒啊。悟空啊，咱俩也互相省点力气吧，咱这卖猴不行，咱耍猴子换点吃的怎么样？好，我最爱看耍猴了。猴呢？你不就是只猴吗？又耍我？好吧，只要有饭吃我就干。你还让不让猴活了？看来还得用我的老本行啊！老本行，呆，此路说开，此处说呆，要想通此路，你咽盒饭来。你这破猴！哎，你都饿成这样了，还抢劫？我看你到西天也难成正果。师傅，我陪你到西天，不想成什么正果，只想搞清一件事儿。何事？我爸爸是谁？那就更得陪着为师老老实实的去西天取经了。这样吧，咱俩也别闲着，咱俩卖唱换点吃的怎么样？卖唱我看行。就这个 feel 倍儿爽。我告诉你，你爸爸是谁？谁？我爸爸是谁呀？观音姐姐已经告诉我了，你爸爸是一个大艺术家，你们爷俩能在取经的路上碰见。真的？什么时候？就在今天，就在此处。今天此处我找不着。哪个长得像你，哪个就是你爸爸。我长得那么帅，谁长得像？你俩是不是这屋里长得最帅的？真的行。阿弥陀佛，贫僧也算功德一件，还是自己上路吧。徐帆不干了。
谢谢二位。好，好，孙爸爸好。谢谢你们的表演，让我们知道孙悟空其实姓冯。冯导还真的挺像的。充分发挥了你们的优势。首先，这个谁就特别扮上这个唐僧，就特别像这五龙啊！你看，还有慈眉善目，耳朵也像啊。那小猴就更好了啊，一个他一次一会儿揭开一个，一会儿让我们笑一下，一会儿让我们笑一下啊，非常有意思。你那手可以拿下来了啊？对，这进人物出不来了，啊、这属于啊。哎，五龙，我问你现在多少斤啊？56公斤。你怎么越来越胖 啊？你上回来没这么重啊？我上回来就是到了城隍庙，吃了好多好吃的，然后就把吃东这么胖啊。那他为什么越来越瘦啊？你没去吗？我本来是50斤，现在含着50斤，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但是你们俩真挺了不起的哈，6岁能记得住每句台词。都很不容易了，排练时间这么短，真的节奏都很好、啊、非常不容易。好，接下来师徒二人稍微休息一下，因为投票这事儿对你们来讲太残酷了，好吗？我不觉得残酷。他很有信心。对呀、啊，很阔达。别走丢了，很阔达。马上还要上台来公布结果呢。他还沉浸在找到亲爹的喜悦当中。真的有一点压力啊，在他们前面的那对，在他们后面也不容易。在他们前面演的也仅仅是我的女朋友而已、啊、但是这个是冯导的孩子。来吧，咱们接下来开始投票。各位，你们将会决定晋级全国6强的《笑傲江湖》选手。我们再次有请出信仰乐队以及五龙高卫军，有请。孙悟空，那儿有一个妖精。他都忘了他的人物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观众以及媒体评审们的选择。298票，很不错的成绩了。同时恭喜五龙高卫军暂时在舞台上安全。接下来第三组马上要登台的选手，你快拿一个吧，阿姨，真讨厌。到底选哪一个呀？就这个了。这又是一对组合，但是不同的是，他们是夫妻组合。韩明阳夫妇，我叫韩明阳，今年32岁，来自黑龙江大庆安达市。不懂别瞎说，我们这叫保守治疗。不，你不要对我保守，我要开放。赛的时候，冯导夸完他说：“我媳妇演的特别好，激情高涨的，还让我给他又加词又加戏呢。”为了准备这次复赛的节目，我把今年这一年的年休都用完了。正好这下雨，能不能把你拉过来练练，让你清醒清醒？赶紧的，快点练。韩先生的太太一直做一个绿叶的角色，关键要看这个绿叶，绿叶陪衬的好，红花就成了。韩医生，关小夫，加油！欢迎你们！你现在开始热爱表演了吧？发现演戏没那么难。我这次都是我媳妇儿硬拉着我来的。
这个现在这个医院的同事都看了你们这个节目了吗？我们因为地方也是个小地方，然后都觉得特别新奇。我们那些病人，然后还老是这个节目播出以后，老是真的要我帮他们扎针啊、送药啊，完了还要跟我合影，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这次准备的怎么样？有细心吗？我觉得我自己这次就是像个疯子，然后完了他像个傻子陪着我在练这次。他是主角，我是配角。啊，太好了，那请开始你们的表演。王教授，王教授，这人又不在，我就欠顿饭钱。同样是穿个白大褂，手拿一把刀，这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这回要是再不给饭钱，我就拿东西抵债。这个抵个鱼香肉丝，这个抵个番茄炒蛋，外带一盒大米饭。哎呀妈呀，这玩意儿老霸道了，怪不得这医生都西装笔挺的，原来一人配备俩圆斗啊。这当个医生有啥难的？你叫啥名？万晶晶。哎呀妈呀，怎么又是你啊？老妹儿，你就别揪着上次那事儿不放了，行不？不行，我得谢谢你治好了我的厌食症。好了呀。坐下。老妹，这回你想吃点啥？哎呀妈呀，又整跑偏了。哎呀，这回咋的了？医生。哎呀妈呀，口头表示感谢就行了，别来真的。我肚子疼。你衣服放下，你这是哪儿？医生，你摸得真准，就这疼。这是胃，我觉得吧，你这肯定就是吃坏东西了。我今天吃火锅，喝冰啤，生煎包配奶昔，雪糕就着水煮鱼。哎呀，你这抢救你都来不及呀，你这是在拿肠胃当垃圾桶呢呀。那咋整啊，医生，你得救救我。老妹儿，你这个病我治不了，我不能再拿你练手了。就拿我练手吧，来吧。老妹，我要再拿你练这个手，咱俩这辈子可就练在一起了。快起来。我不起来，我吃药，我打针，我手术，我化疗。老妹儿，我实话我就跟你说吧，我就是个拉面的师傅，这不就双手要捏稳，抖面要凶狠，我抻面要有力，节奏是根本。哎呀，这你不是面团啊。哎呀，老妹儿，你快醒醒，快醒醒。哎呀，小嘴儿，黄额娘，这个咋整啊？哎，急救手册第一步，人工呼吸。禽兽不如。老妹儿好了呀。哎呀，第二步，心脏按压。就当这是面团儿，这是面团儿，这是面。哎呀，别自己骗自己了，直接第三步，心脏电击除颤仪出。整半天，这不是电熨斗啊。哎，怎么没有反应啊？哎呀，原来开关没开呀。哎呀，老
我觉得不错，挺好的。确实明显的看出这个女孩子进步特别大，在表演上。你还别说，啊，她有点女主角那劲儿了，在舞台上演的非常稳，比第一次那个青涩的东西少了，她自信了，这是冯导夸奖的效果啊。谢谢老师。但是就是作为这个医生，他的表演确实是没有进步的。但是他这小品编的吧，就是后来这个比较闹，其实弄得挺巧的，不容易弄着呢，小品不容易啊，不容易，能弄成这样就算很好了，已经啊。嗯，太太可以晋级，老公就被淘汰了。好吧，那么希望我们今天在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喜欢我们选手的表演的话，现在开始请投票。目前在场上票数最高的是武龙高卫军，那么他们这一轮的比拼当中谁会继续留在这个场上呢？高卫军，我跟你们讲啊，这一轮刚才导演跟我说，我们规则变了，票数低的呢，那个框就会掉下去，对，就会掉下去。你们觉得？那你们出了那个圈，如果是绿的，你们也没办法，哎，继续进行了。对，你们觉得你们这一轮和他们比的话，你们的票数高还是低啊？高。其实呢，我觉得那个都差不太多，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的有优势的，我觉得没有。那就看差多少票了，差一票也算差啊。好吧，那我们一起来等待票数的揭晓。三、二、一。目前场上得票最多的选手，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韩冰夫妇带给我们表演，谢谢。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看下面一组来表演的是谁。我的妈呀，哦，这一组选手他的模仿惟妙惟肖，就是画他俩都是一定。在海选的时候，他曾带来了三个赵本山。啊，大丹姐，加油！他就是模仿宋丹丹的陈丹丹。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陈丹丹，我是一个淘宝店主。改革春风吹进门。奶奶，这就算相当的 OK。 买三款产品绝对不是本山号三。本山号 2S。 那笑傲江湖之后，我的视频在网上点击率真是老高老高的了，给我自己都吓坏了，这笑傲江湖真的是没白来。但是他因为是学我嘛，我觉得对他参加复赛确实是很有难度啊，不敢看好啊。这个复赛呢，我也是绞尽脑汁，有的时候真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就为了想作品，真的是有时候接近崩溃了。但是复赛一天天的来了，我也想不了那么多，也管不了那么多。东风吹，正午雷，闭着眼了，谁怕谁？我倒是要看看一个淘宝女店主，这一次能带给我们什么惊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陈丹丹。欢迎你，陈丹丹。老师好，我又来了。你要红啊？那啥也没红啊。红啊，那个张元导演、张一白导演、丁晟导演、徐静蕾导演都说改朝换代了，宋丹丹那一页翻过去了，下面是陈丹丹。陈丹丹。哎呀妈。
低调呗。谢谢。哎，你生意怎么样？淘宝的？淘宝生意也挺好的，这不又来了，又没干了这一阵儿。没有，就是你出名以后，生意会不会更好啊？生意，反正是挺好的，就有人还在淘宝上挨家店找我呢。完了找着了，他就一个劲儿问，一个劲儿问的。完，我一开始我也不承认嘛。完后来他整半天，我寻思有生意呗，完唠吧，唠一个多点儿，完了说支持我，啥也没买。我对你期待特别大，谢谢冯导。说实话，所有的选手里对你期待最大。谢谢谢谢。好吧，那请开始你的表演。我再下去一趟。好，好，好，待会儿等你快上来啊。嗯。好，慢一点啊。戴墨镜子。我就期待不是特高，期待不高，他没准就伺候好了，期待一高。改革春风吹满地，淘宝买家真挑剔，又来了十个本山亏了仨，你说憋气不憋气？要说这七天无理由退货，有的产品是真难做呀，那也没招啊。对于俺们淘宝卖家来说，顾客就是上帝，好评更给力，开店容易，卖货不易，且卖且珍惜。我得看看我这几个产品，你说咋就给我退回来了呢？那本山号呢？退货理由，抗击打能力太差。这我卖的是赵本山，他也不是甄子丹呢，跟我扯啥抗击打能力呢？咋回事啊？小区跳个广场舞，十个老头把我堵，愣说我勾引老太太，完事给我一顿杵啊！妈呀，那你咋跳的？我就这么噔个嘞个嘞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家伙这样子跳一会儿，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这就打得轻。我跟你说，这是给本山老师面子，你知道不？这要是刘一伟老师，我得打成紫火人啊！妈呀！过去，等会儿给你修。这本山号二是俺们店最热销的产品，它咋还出问题了呢？退货理由，假冒伪劣，根本不是赵本山。这咋不是赵本山呢？哎呀妈呀！有点我啪啪啪，老妹儿你追上我吧。妈呀！变小沈阳了呢，这。哎呀妈！脑子进水了。哎呀妈！妈呀！那小子，把我买回去。嗯。天天让我给他搓澡。搓澡。搓完澡还得陪他泡澡。泡澡。泡完澡还得陪他喝两盅。哎呦天哪！这不三陪吗？过去，等会儿给你修。这本山号 2S 是俺们店的土豪金产品呢，这咋也退回来了呢？买退货理由，长得太吓人了。靠！确实有点吓人呢。靠！这应该是电路板烧了，应该是修不好了。靠！上间好的。靠！这家伙Sorry， 接个电话。Hello， 亲。哎呀妈，咋又退货呢？妈，别给差评，亲亲亲。又接着一个大单退货，血本无归，含泪牵手啊。谁呀？李正光。我去。先欢迎您。你说这人一次性买十个全给我退回来了。退货理由，不会踢足球。你说你整个本山足球队啥用啊？
除了能赢了中国足球，啥球你也赢不了。这我发现了，这我的产品呢，根本就不是你们那么用的，还得我用给你们看。Shuffling. 麻没？麻呀！咋麻了呢？你多少你也麻。看着没？我的产品多好啊！哎，丹丹，咋的？这还有一个退货的呢。哎呀妈呀！刚才我就站在那儿，人就把这箱子放这儿了，你自己处理吧。那里边有一个。你瞅我这命啊！来到咱《笑傲江湖》的现场，还遭遇着退货风波，这又啥毛病？这个。冯导的私人定制产品吗？这咋也退回来了呢？他们说我与图片不符，严重缺水啊，不缩水。妈呀，这哪是严重缩水呀？这是俺们的新产品，本山号迷你。哎呀，亲们，你们是不是玩我呢？下次不卖赵本山，改卖宋丹丹。谢陈丹丹带来的表演，也谢谢场上这多少个赵本山啊！这是，这家伙整了这么多赵本山，哪儿找的呢？这都太雷了！最后那个小孩，我下次也找13个老外国。这个你场上这赵本山里面藏着一个巩汉林，就那边那第二个，那完全是来了，那哪是赵本山呢？还有冯巩呢在里头，这边正数第四个。哎呀，向左右转，走来。哎呀，走两步啊！你快欺负我，真被坑了！你上去，你上去，你上去！你这是电瓶车，你坑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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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啥妖魔鬼怪都有。那陈丹丹胆儿也挺大的，今天人家宋丹丹老师腿都那样了，你上来弄一个退货的，脚底下缠着绷带就上来了。丹丹老师，祝你早日康复，谢谢谢谢。我觉得这个就是就喜剧来说，因为现在挺缺喜剧演员的，我看这个陈丹丹真的是有这个天分啊，不管你是不是要晋级，希望有机会咱们得合作。谢谢冯导。你也别期望值过高对他啊！冯导他也快退休了。好吧，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现场的观众评委以及媒体评委投票的时间了。我们请陈丹丹稍作休息，等待结果。全是汗，全是汗啊！拍点汗，拍点汗水啊！别光拍那个光鲜的一面啊！如果你们喜欢陈丹丹的，请为他投下宝贵的一票。现在开始。目前我们场上最高得票是武龙和高卫军351票，排名第二的是韩绵羊夫妇305票。好的，我们投票结果已经产生了，接下来再次有请出武龙和高卫军以及陈丹丹来到场上，一起等待接下来的结果。又出场了，又见面了。哎，你好，你好，好紧张吗？这个高卫军，我告诉你，这回你们可能有点悬了。冯导，如果是这两组之间做选择的话，要是我，
哎呀，我这时候先别说，我还是对，我觉得要我，我还是选孩子。你在干什么？你在拜神呢、啊？他在拜，在拜保佑，拜天地，真的。拜天地，我刚才天机在那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期待，在这一轮的比拼当中，谁的票数更高？一起来看结果。两票非常的悬殊，就差你们俩票，就差两个投票就好了。哎呀，那目前场上安全的是陈丹丹。看来观众跟我这个预测差不多是一样的，因为最终还是看节目。对，不，我觉得观众有的时候被我们诱导。其实你们弄着，其实丹丹。你们要有直接的态度、这个、丹丹你真的不能这么自恋、嗯、观众真没被咱们诱导。对啊，还有两组，观众没有被我诱导，是被你诱导了。还有两组选手、啊、对，他们没有登台表演，所以现在说最后的结果还太早。如果再高出这360几353高过351他们就退出、啊、了。不，剩下2、3名由我们挑。对，2、3名我们挑，咱们挑，你还有一会儿。哎呦，那行，哎呦，来吧。接下来第五组登场的选手会是谁呢？现在剩下华波以及还有一个活宝的三人组，就是他吧。华波，猜对了吧？你猜对了。华波来自波斯的孝王子。哎呀妈呀，干啥玩意儿？妞，你是不是彪？你是不是虎啊？考这点分儿早笑呢。复赛准备的时间特别仓促，我只有4天的时间。我当时想了一下，我说我写什么段子会比较好玩呢？所以，哎呀，我妈呀，我脑子都快要完了。我最期待他的其实就是通过他的观察来模仿不同的民族。今晚看我的了。老师好，大家好，你好，我就是话特别多的华波波，这是我儿子，小波波，现在出名了吧？我上次在路上有几个上海老阿姨在那里在走路嘛，在散步啊，然后他们在马路对面，我在这边，他们真的很远，然后他们跟我说，哎，伊朗，侬过来，他的笑容啊，已经到这个位置了，真的，我特别好玩，哎。那底子搞得还好呢嘛？你现在电视上搞得很好嘛？啊！我就昨天晚上跟我老公讲，这个外国人刚上海又刚来干好阿姨。对，我就特别喜欢上海老阿姨、老叔叔，其实小姑娘也喜欢。对对对，我今天带来了很多礼物想送给大家。哦，你早说吧！哎呀，我的妈呀！对，这个，这是什么呀？这是伊朗的帽，你可以戴试试吗？他这个宣传民族文化，现在对，宣传他。我表演的时候，你们可以啊，小点的帽。哇哦！来，你戴起来像唐僧了。我又妈呀，因为伊朗的北方特别。这下知道什么叫扫把头了。哎呀，挺好看的。明天我可以直
直接去扫地了。这个三岛，你好，你好。这什么围脖那么复杂？各种各样的都有。怎么像裹脚布呢？来，三岛的来电鼓掌。哎。哦，这叫马呀。来来来，怎么看都像出家了。那个，古巨人老师，我特别喜欢。哇！哇，不行不行，他得跪吧。我发觉最漂亮的是我。他这是比我们的贵啊，我这最便宜。我这最便宜。不是那个，你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就好了。我告诉你，大众评审啊，不要因为他送我们东西，你们就给他那个什么过。对。哎，等会儿。你好，你好。现在不能够贿赂大众评审。没事，自己人嘛，自己人嘛。哎呀妈呀！我的妈呀！来！哎呀，他太难搞了。来。礼物的都不要给他过啊！哎，华波，刚才我帮你算了一下，现在你一共可以得到17票。我的表演完毕，谢谢大家。这我是想跟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如果你打开电视机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幕，真的是思念中华面点，笑傲江湖。我们的观察员也没有变。没有变，真的是刘一伟、宋丹丹、冯小刚、吴君如。这的确是上海东方电视台，不是伊朗电视台。我先去准备道具，好吗？哎，我好，谢谢，等一会儿见。丹丹姐，光靠你那个假发，我们收视率肯定会过2点。他很喜欢送人东西。他要娶了哪个女孩的，他真是他们家那日子不太好过，老得花钱。上次呢，华波波讲的是各国各地的教育方式的不同，而今天华波波想要说说各国各地的恋爱中的女孩。哎呀妈呀，下面我就要来演一演我和那些女孩的最后的晚餐。首先，我印度前女友又来了。华波波，你好，华波，吃饭喽。啊！这个菜太辣了，我忍不住了，我要跳舞。我喝点汤。啊，这个菜太好喝了，我太开心，我忍不住了，我要跳舞。哎，小姑娘，你这个不对啊，你辣了要跳，好喝了也要跳，动不动就要跳，弄脑子瓦擦了，分手。你跟我分手，我太难过，我太伤心，我忍不住了，我要跳舞。相比之下，华波波还是最欣赏的、最喜欢的是咱们中国女孩。我认为中国女孩子是最好相处。我曾经谈过一个台湾的，我当时请她吃牛排是这样的。哦，波波，
你可以用刀叉喂，好棒哦！哇哦，波波，你可以把番茄切开，好棒哦！哇哦，你还可以把牛排切开，好棒哦！哇哦，波波，你可以把自己的手指切开，好棒哦！哇哦，波波，你手血流得好快，好棒哦！我给你加油，加油，加油，给你大大的拥抱。你脑子瓦擦了，好棒哦！我现在和你分手，好棒哦！华伯伯还是最喜欢的是咱们上海女朋友，哎，我是和我上海女朋友是这样的啊，伯伯，那房子有不啦？有，车子有不啦？有，父母有不啦？有，但他们不在国内，在伊朗呢。这么好了呀，我们俩谈朋友，阿拉两个板头，阿拉擦路走。但第二天他可变成这样。伯伯，那哪的意思呢呀？我脑子瓦特了啊！房子是你租来的不啦？车子是你租来的不啦？这么好了呀，谁还咋？啊！我哪不能不晓得伤害你呢啊？那哪意思呢？我还请侬吃上我啊！我脑子瓦特了，不想难过了。脑子瓦特了，不想难过了。脑子瓦特了，不想难过了。瓦特了，不想难过了。可以吗？我马上要说一句，其实我刚刚在演戏，并不是华波波，我没有谈过那么多女朋友，所以请大家谅解。哎呦，这还难？你到底谈过几个女朋友？我谈过三个，真的。哪儿的？台湾的、上海的和韩国的。哦，还真是哈。对，所以它都是来源于生活的小品。你现在缺香港的？缺香港，香港的，香港的，妈妈，你过来演一下嘛。又来呀？啊，你妈妈。哎，我发现哈。如果我们做剪辑的时候，把你刚一上台送东西，和刚才你演完以后说的也剪到一块儿，把中间的正式表演拿掉的话，特别精彩。好，那就这样。那就这么着。华波，这个今天这个节目，这个差点儿。其实可能你惟妙惟肖的程度也和上次差不多。对。但是上次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现场的情况目前暂时安全的是陈丹丹，她的票数最多是353票。接下来我们要投票给华波，他能否超越陈丹丹？请开始投票。现在已经有投票结果了，如果华波的票数高过陈丹丹，他将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但是如果他的票数低于陈丹丹，但是又高过了武龙他们两个，那么武龙他们就会很危险。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投票结果。353票，华波327票，目前在所有选手当中排名第三位。我来之前，来这个舞台之前，我真的没有想过太多，我就觉得把我该演的把它演好，就是真正我不会把自己和别人打。还有一组选手没有登台表演，毫无疑问，他们就是曾经在这个舞台上为所有表演系的孩子们证明的活力三人组。
范毅、于青南、孙新博。这个小品演着演着你们就走了，你就奔着一边就跑偏了，就把它变成一个彻底的闹剧。我就讲了什么，其实他们的作品好看，我觉得重点是他们的创作能力和不拘一格。同组的选手我觉得都挺强的，要说怕吧，怕啥呀，虽然说同组的选手实力都很强，但是我们没什么好怕的，我们一定会拼尽全力再为表演系扳回一城。一二三，加油加油。老二，老三，今天咱们就毕业了，大哥马上也要走了，但是在走之前，大哥跟你们分享一则小哲理。人生就好像是一杯酒，酸甜苦辣它都有，喝完这杯酒，大哥马上就得走。来，干了，为了咱的感情。服务员买单。大哥，你先走，今天这单我来买。不要，服务员。大哥，你先走。二哥，让我来买单。老三，不是二哥，你听话，老三。今天我就走。你快走，大哥，你不敢碰了。二哥，你给我个机会。老三，让我表示什么？停，我求求你了。老三，停。那先撒开。不是，这个戏是这么演的吗？啊，这个戏是你俩要留我，也不是往外撵我呀。啊，行了，我跟你俩可生不起这个气，咱再来一遍好不好？我休息一会儿。哎呦我的天哪，我看这个意思他这个助教就当定了呗。他肯定是要留校。我觉得刚才演的挺好，咱俩情绪到位啊。你投入不投入？我很投入啊。他说他要走，跟这不赶紧让他走了吗？你这样，他不要留他吗？咱俩就留住他，死活死活不让他走，就留住他。哎，行，我休息也差不多了，咱再来一遍，记住是要留我，明白吗？开始啊。老二，大哥你不能走。不是，我说老三呢？大哥你走不掉的。不是，我说啥呢？大哥你说完啥？你是不是要走？不是，老二你干啥呀？大哥你还要走？不是，大哥就是哎，大哥，不是，不是，大哥哎。不是，大哥，人生啊，就好像是一杯酒。大哥，你是不是要走？好，你要走，爹就用这根筷子插破我的喉管。你走，我看看。不是，你走，哎，你走。不是，大哥，你要走，你要走，我就掐死我自己。别打，你别动我，掐死我。我扎了。你别让我掐了。不是，你别。啊。不是，我扎了。不是，你掐了。我来。我掐了。你别，你。要死是吧？行，你俩死吧，我走了。哎哎哎，大哥，大哥，大哥，你还是不能走。不是，我怎么就不能走呢？你大哥，兄弟们以死相逼都留不住你了吗？兄弟两个人的性命在你看来就这么单薄吗？不是，我说啥意思呢？大哥，这是你逼我俩的。不是逼你俩，不是，我是真要走。老三，不是，你俩干啥呀？不是，大哥，不是，兄弟这么多年的感情，你为什么要走？不是，我就搞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走？你听我说呀，你能不能不走？我看你怎么走。来，走吧。走一个我看。那大哥该走，大哥也得走啊。哎、大哥，不是你俩干啥呀？你还要走？你这是逼我们断你的后路呀？不是，翻箱子把钱找来，我看他怎么走。别来，那个箱子里面不是真没啥。你看，你听大哥说，哎呀，我的衣服真没啥，我的榴莲呐，我的钟啊。大哥，这是什么？你等一下，这是什么？那个，当时你王阿姨买的时候是七天系列。行，别整没有用的，箱子里没有。身上搜搜上，你给带起来。真皮，你个老变态，还玩不计策。你闭事，你哎干啥呀？别介，哎干啥呀？不是，我就揍，不揍你吧。啊？没有啊。没有啊。我求你俩放过我吧，行不行啊？大哥，你真要走，正如你所说，人生就像一杯酒。不，你俩干啥呀？干了白的你再走，干了红的你再走，干了啤的你再走，干了黄的你再走，酸甜苦辣这都有。大哥，你就赶紧走。大哥，走，快走。
出门在外有个依靠。大哥，饭盒走到哪都有个饭吃。我爱你，老三。大哥，这脸不行，黑一点。哎，这样吧，不受人欺负，你知道吗？大哥，你这谢老二，你这头发不行，太板子容易招风，乱一点，乱糟这感觉好。啊，大哥，上路，走你。不行，你俩对大哥感情太深厚，大哥不能走。大哥，你快走，你必须走，你这回必须。你俩是不是逼我？是不是逼大哥走？大哥，大哥。气他了！哎，成功了！留住，喝酒，成功，走，不醉不休。就大哥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个什么小哲理呢？人生就像一杯酒。谢谢，赶紧给大哥解开呀！你这干啥呀？这是。我真是觉得就这么短的时间，你们的这种自己编的小品的水平真的是非常高，真的不敢不敢，不容易。我弄小品弄太多年，就深知它难弄，你就真的是觉得就他们有那么开阔的思路，而且敢演敢想，能达到这个水平很不容易了。谢谢老师。挺聪明的，你们三个。各位现场的大众评委以及媒体评委们，接下来是你们的时间。活宝兄弟连三个人的命运怎么样呢？接下来，请投票。好的。两组选手当中票数最高的一组直接晋级全国总决赛的六强，我们一起来看投票结果。笑傲江湖全国六强，恭喜丹丹，恭喜了！谢谢大家，耶耶！心情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心脏就不停的跳，应该是爆棚的呀。决赛呢，我一定会努力，加油！那么我们今天还差一个名额，将会在目前投票第二名和第三名之间选出，第二名是武龙高卫军。第三名是活宝兄弟连。接下来再次有请武龙高卫军、活宝兄弟连登场。这个时候将为我们做决定的是四位观察员老师，每个人手里有一票，投给你们最支持的选手。两组选手分别有30秒的时间给自己拉拉票。看我被整了两期了，大家能让我报个仇吗？谢谢。谢谢两位小朋友，到你们的时间了。好吧，啊，各位评委万马奔腾。嘿，什么玩意儿？吉祥话，行，吉祥话，对。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投票了。其实我觉得活宝三兄弟他们今天的表演稍微闷了一点，而且你们作为专业的学习表演的，你们可以有更新的表演方式，而他们俩呢跟上一次的表演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这一票投给他们俩。乌龙高卫军1-0，丹丹姐，就是你们三个哈是有创作能力的演员，这点特别不容易啊，想象力也丰富，演的真是挺好的。但是我确实代表全国的电视观众啊，太多人喜欢他们俩，我也太舍不得他们俩了，我选你们俩。2-0了，2-0了，
小刚导演如果把票继续投给他们，他们就晋级了。这个我就投你们俩吧。3-0，我们恭喜恭喜舞龙高伟军晋级全国总决赛，谢谢。宝贝，哎，你家的高伟军可就我抱得动你，给人加油啊！我们谢谢每一组选手在这个舞台上带给我们的欢乐。走吧，宝贝，拜拜，拜拜，拜拜，时间。我们输的不丢人。舞龙高伟军，这俩孩子确实很好玩，而且他俩确实是有这个本事。我觉得就是一段经历嘛，然后历练。对，其实我觉得就是玩的很开心。你们最牛。其实希望20年后我们仨还是能像现在这样一块演个什么。希望20年之后我们还是有精力能想一些 fail people。你像那么开心，一直能开心到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站在舞台上的两组选手就是我们今天第一轮《思念中华面点》《笑傲江湖》直接进入全国6强的选手，我们期待着你们在最后的总决赛上给我们更多的惊喜。玩的就是创意，由长寿村的神奇秘密光明穆斯利安联合赞助播出。正宗凉茶笑傲江湖，感谢凉茶领导者加多宝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登录优酷、土豆、搜狐、乐视、腾讯、爱奇艺、迅雷看看、风行网观看更多精彩视频。